你知道在我手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吗？这个小东西在亚马逊买不到。如果我不说，你不会知道它是保险箱的。不管是真美的紫色 T 恤，价值60万的 Mac Pro， 或者是女友的钻戒，都可以安心的放在里面。它不仅防火，就算你的心仪去地契放在里面，也不会被烧毁。而它的重量最小竟然也有43公斤，就算你力大无穷，当它遇到倾斜或者是移动的时候，就会发出120翻倍的警示音。虽然我不是小偷家，但这听起来很困难，对吧？不过你可能没有想过，它的开启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密码或者是本人的指纹就可以一秒轻易的开启。偷偷告诉你，找保险箱到翻译金库就对了。黄一弟，帮我洗袜子。小黄的车内都比我家还香， UC 车队竟然装有高效抗冠空气清新系统，99.9%有效的抑制新冠病毒与肠病毒等传染病毒的火化，防疫大升级，搭车还安心。而且还有光触媒与负离子科技，异味没了，空气好清新，世界好美丽。叫车的时候特别备注勾选了不放音乐，不要交谈，就算我现在在自言自语，司机也不会烦我，真的是太棒了。2022年8月31号前，新用户注册时输入 1+1 就有675元搭车机。9月11号前，所有用户输入推荐码“安心前行”就送100元搭车机。搭车时使用搭车机，再抽大金空气净化机。昨天，我的王丽女佣经过市场，耳闻有个人为了买游戏坐飞机到阿根廷，就是你。我当场吓了一跳。这世界上竟然有人为了买游戏坐飞机，分明是个笨蛋。我来教你。你坐飞机要先做 PCR， 我才懒得鸟你。我一见飞人，我一见飞人，我一见飞人。这个叫 Surf Shark， IP 位置，这里有我的 IP 位置，我 VPN 一下。就飞到世界各国买到最便宜的游戏，而且还能解锁台湾看不到的串游内容以及运动赛事，而且你们还追踪不到我。就算使用公共的 WiFi， 也能保护你的数据隐私。什么？什么业配？是 Surfshark。你不服气，你可以试试看这组折扣码，试用看看。ILYANDLEAN Surfshark 也提供了30天的保证退款。如果你不喜欢，讲过了。你不使用也没关系，
因为这将是你的损失。还有，十点以后别打来，因为我睡啦。神经病。我可以，可以。恭喜东东 ！Yes。今年累积的好运就靠这次了吗 ？Yes， 环球大挑战非你不可周年庆开跑。活动期间。活动期间，搭车就抽五周指定航点来回机票，就算抽不到机票，还有乐高地球仪、联名行李箱、高额的搭车金。等你抽，等你抽。这一集呢还没有干爹制度，然后今天是在年前的时候会发，希望有干爹可以加进来。舞台剧一人分饰两角，过年的时候我是长辈。阿你们什么时准备结婚哈？你讲啥？情境二，哇！恁家的电视足大的，你们赚很多吼。你讲啥？情境三，我们家的小杰哦，他都考建中哎，啊你嘞考哪里？你讲啥？与其过年期间听长辈唔知你讲啥。大不如使用 Surfshark VPN 是你手机或电脑的好朋友，可以帮你保护网络使用的隐私跟安全，还可以跨国使用国外限定的资源平台，没有限制装置的连接数量。这次过年的假期很长，不管你是在家耍废或者是出国玩， Surfshark VPN 都很有用。如果你在台湾耍废，开启 Surfshark 就可以偷偷打美国或日本刚退出的游戏，或者是看国外限定的运动赛事影集或电影，像我最近就很想看 HBO Max 的《最后生还者》。如果你在国外夜深人静、空虚寂寞觉得冷，想要看中文的《后宫甄嬛传》《延禧攻略》或者是《琅琊榜》，或者是你不小心在某些国家被锁了很多的社群平台，这个时候打开 Surfshark 就好像回到台湾一样。就算你不满意 ，Surfshark 也提供30天的退款保证。现在到 Surfshark 官网输入折扣码一零一零 I L Y A N D L E A N。马上就可以获得1.7折优惠，还有3个月的免费试用期哦。小丽，过来一下。主人，请问有什么事吗？地板很脏哎，请你打扫。好的，开始清扫。
这台扫地机器人是 T10 Omni， 是科沃斯最新推出的纯白系列顶级机型，多合一的基座，自动清洁、集尘、洗、烘，一机包办家中的清洁任务。还在为了每天谁要扫地拖地而吵架吗？我前天扫过，换你。我昨天有扫地加拖地，还有扫地加拖地机，换你。我昨天有洗碗，所以今天要扫地拖地。我不管，你扫。烘干完成。有了这台扫地机器人，吵架的嘴就拿来呼叫 T10 Omni， 有强悍的扫拖能力，5000帕的超强吸力，加双盘旋转拖地，轻轻松松带走缝隙灰尘。超全能基站可以自动收集长达75天的灰尘量，除了会自动洗抹布外，还有40度的热风烘，防止拖布发臭。再加购银离子模组，不但抑制细菌滋生，还可以去除污水箱的异味。内建语音助手，不需要再打开 App 呼叫机器人扫地。OK， Eagle， 打扫这里。哎呀，乖啊，很棒哦！建立地图精准又快速，只要5分钟 ，App 设定也超方便，可以客制化随你调整。AI 避障技术可以辨识超过30个常见障碍物，以及颗粒物策略清扫，自动调整边刷运行，还能远端观看镜头，轻松查看家里状态。一天只有365天，一天只有24小时，拿来工作、睡觉、打游戏都不够了。有了扫地拖地机器人，何必再花时间弄脏自己的双手 ？Perfect！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啵啵啵啵啵！鲨鱼，鲨鱼，你最喜欢吃什么样的鱼？呵，我最喜欢吃大嘴鱼啊！哦，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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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鲨鱼，鲨鱼，臭臭。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鱼？我喜欢吃讲话很慢的鱼。啊，是哦。我好生气，生气就想要去冲浪。冲浪鲨鱼 Snapchat 是你出国旅游的好朋友，可以跨国使用区域限定的资源平台，也没有设备数量连结的限制。不管你是在香港、日本、美国、印度还是埃及，有了 Snapchat VPN 就可以随时观看你正在。有点喘。有了 Snapchat VPN 就可以随时观看你正在追的影集，不会受跨境限制以及没有中文字幕的困扰，到哪里都可以看 Netflix 的《我推的孩子》或者是 Disney Plus 的《天国大魔剧》。如果某些国家没有看他们某些社群平台或者是网站，你有了 Snapchat VPN 就能通行无阻，还能保护网络使用的隐私安全不受任何的监控。最重要的，如果试用30天内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现在点选影片下方的链接。输入了优惠码 ILLYANDLEAN 就有独家的优惠，除了是目前最好的价格，还会给你3个月的使用期哦。哟吼！走走走走走，好卡莎，好热哦，好想喝饮料。哦，我跟你讲哦。嘿，饮料都不健康啦，哦，少喝一点，你知影不？你骗人，别人家都卡上都有健康的饮料。说话不打要草稿哈。欧卡桑林颗粒木耳露有个感人的故事，创办人因为脸面伤残的关系，小时候嘴唇经常动手术，几乎都只能吃流质食物。妈妈为了让他补充营养，把木耳熬煮得非常细致，给创办人补充营养。创办人长大后就把儿时的味道分享给大家，也就是为什么品牌叫做欧卡桑。因为木耳露已经熬煮成零颗粒最细致的状态，所以不管是一般人或者是咀嚼不好的长辈，都可以随时补充营养。木耳含的多糖体不仅能增强体力，病后补充营养，还能养颜美容，是非常天然、营养价值又高的食物哦。也是因为创办人从小在医院长大的经历啊，他更重视饮食健康，所以立志做100%无添加的食品，连续2年荣获 AA 最高验证。市面上最常看到的有3种口味，什么
么啦？为什么？分别是红枣白木耳露、黑糖黑木耳露、彩色桂圆黑木耳露。之前根管治疗牙齿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常喝木耳露，因为它含有膳食纤维，就非常有饱足感。我看上的木耳露，不管是哪个口味都蛮清爽的，只有食材本身的天然甜味，成分超单纯，喝起来很顺口。现在在全联、Niasbon 都可以买到 Okasan 零颗粒木耳露，除了四个口味以外，在 Okasan 官网还有其他18种口味哦。透过我们的连结到官网下单，不限金额就送精装彩烧桂圆黑木耳露一瓶，赶快去逛逛吧。五个步骤教你拍出手机时尚大片。搞定，我们看正片。Magic。我现在手上呢是 Casetite 全新推出的 iPhone 15防摔系列手机壳，防摔能力全面大升级。奶油色的配用版，请不要转台，因为稍后会有专属的优惠哦。首先介绍 Casetite 史上最强的手机壳 Ultra 中期防摔手机壳，采用 EchoShell 防摔设计的专利防震物料，有6层的坚固防护，再搭配4角的弹力防护脚，怎么摔都不会怕。镜头处的防护还另外加高，救急防摔又防震。手机壳通过军规级10公尺高的防摔测试，从2个北门的高度摔下来也没有问题。如果是日常的防护，还可以选择强害防摔手机壳，它的外形轻薄，也有通过军规级2.5公尺高的防摔测试，有超多设计款是可以选择的哟。或是挑选可以随时照镜子的镜面手机壳，随身镜跟手机壳2合1，还可以刻字化印字。不管是哪款 Casetite 的手机壳，都有部分材质是使用 Recasetite 回收计划收集而来的旧手机壳再制而成，保护手机也可以保护环境。再搭配多功能手机背带，透过多用途挂点跟 Fitlock 磁扣，轻松解放双手。官网还有不同材质跟款式的背带可以挑选哦。现在透过1+1专属连结，就有85%的优惠哦。写完了没哈？怎么办？明天就要开学了，可是我的作业还有500页，我怎么写得完啊？好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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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地呀！吃水饺了。叽滴叽滴，yummy yummy， 猪肉水饺，叽滴叽滴，无法抗拒，小笼汤包，叽滴叽滴，水饺无敌，猪肉水饺 ，PQ 肉丝味，鲜美水饺，叽滴，还不快去买？叽滴猪肉手水饺，小笼汤包，植物肉水饺，微波即食超方便。猪肉手水饺，叽滴不愧是全民水饺代表，家常熟悉的好味道 ，PQ 肉丝味鲜美，小笼汤包。世界闻名的台湾代表美食，皮薄 Q 弹多汁，是全民的水饺，世界的汤包。植物肉水饺，多种蔬菜搭配，咬感多汁。一盒含有16.8克植物蛋白质的营养，零胆固醇，少负担，非素食者也可以接受的素食新选择。各大超商通路都有贩售，平民家想吃就吃。配有配酷不行的，这样才有用就嗨 Q 用那种。你看嘛，这里多啊。失败。没事，跟你讨论是几度，这是很不稳固。那有只有在英文三不知，难道你是在上班呢？还是在弄？难道你读马有阿朱吗 ？MR 礼品居家三省的 ，Brian 可牛皮是吧？这牛皮就是 Tokyo 特伦 ，OKO 想想，无力在上面追剧会读了吗？难道？难道努力放弃？狐狸养球没有慢。
虽然我也求我你是 living jua 深深的不要的 concubine 陛下吧人家没有配你 Miss the living jua 深深有 Jespo 胖不水不马抓不哪一口哪一摸又胖不水什么图书我觉得感觉没有耶原来你都哭不水哟我都哭一手Mr. Living 居家先生于内湖、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皆有门市，尤其台中被誉为台中最美的家具店，店内空间规划舒服，采光好，还有各式各样不同风格的家具可以选择。除了沙发、床垫，在 Mr. Living 居家先生还能一次买齐家中所需的各类质感家具，好生活不将就。那是我最常看他的样子，每次看到他都会想叫住他。如果就这样一直是朋友的话，我还能看多久？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刚说什么？我说我想要去吃二果。欸？就有时候会突然想吃啊，可是一想到说要排队，就会想放弃。不过你不觉得天气冷的时候，如果可以吃上暖乎乎的火锅，然后看自己的菜这样煮起来的样子，就觉得幸福。那我怎么想吃火锅？因为火锅有菜又有肉，感觉吃起来很健康啊。然后又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煮。现在是我讨厌吃烂掉的菜，然后肉喜欢最后放，讨厌吃芋头。我也喜欢。十二锅现在提供新鲜生食外带，方便又新鲜，不用再排队，时时都会有幸福的感觉。